今天准备画一幅王冰冰，就是很喜欢这个女孩子吧。我发现我对本身很有才华然后又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就完全没有抵抗力，觉得实在是太美好了。然后我就想要挑战一下画一下王冰冰，找了一些冰冰的照片，我发现她都没有高清的图，全是视频截图，就很糊。不过没有关系，我觉得为了冰冰我可以努力挑战一下，如果画得翻车了的话，希望不要被骂得太惨。虽然不想画写实吧，但是为了冰冰，我决定尝试一下。那我就开始啦。这张照片实在是太糊了，所以我现在要脑补一些细节，再细化一下。这只小猫咪每天就在这里睡觉，每天，哈哈，它好可爱，哇，它好可爱。好了，画完啦。因为这个照片很糊，所以我靠脑补画的这个，是不是需要向冰冰道个歉？好了，就这样吧，我要回去努力练画画了。想下一幅画谁呢？反正都要画，不如就画一些我们都认识的人吧，就把这个作为我的一个画画历程好了，希望下一幅可以有明显的进步。醒啦，把你吵醒了是吗？他好可爱啊。嗨，我现在要出门，约了之前的同事去剧本杀。嗯，小七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大只了，我要抱不动他了。好了，我到了，他们还没有来，我是第一个，然后等他们过来。我今天没有洗头，所以我戴了个帽子。这是我们要玩的本子，宝格丽之夜。那等他们来玩吧。听说我今天玩的这个本子是他们有史以来玩的最烂的一个本子，这是我第一次玩剧本杀啊。好吧，今天早饭我准备做一个西多士，现在太冷了，不吃早饭不行了。然后这个西多士就比较简单，我切了两片吐司，然后我在吐司上面抹上了炼乳，因为家里没有花生酱也没有那个沙拉酱。然后我倒了一些奶油，我好像知道为什么会胖了，每天这么吃能不胖吗？
现在要挑战一下用油画颜料来画一幅小小的插画，用的是20×20的就比较小的框子。还行吧，如果油画用来画插画也挺快的话，那我是不是以后可以干老本行了，可以继续来画画了？好，我在想什么？我最近真的超爱厨房纸，我觉得厨房纸好好用啊，用来擦笔。感觉小七睡得好温暖，你醒啦？我的床上好多衣服。还没有醒吗？那你继续睡吧。你都睡好久了。